一些成长。不敢相信吧？许光汉正式当兵，明年回归服役前最后画面铺。也有一些演员因为有要事在身，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其中就包含了吴明翰。吴明翰他竟然缺席。许光汉身为男主角，二十日却缺席正港分局影集上线记者会，原来是去当兵了呀。今早就有网友在推上在替代役新训巧遇剃平头的许光汉，对眼五秒被电晕啦。执米考量到他特殊身份，还下令要求不得要签名、拍照、摸头。Mr. Smile。입금만되면싹처리해준답니다近年热炸的许光汉接连和日韩合拍《青春十八乘二》，无路可走，走向亚洲。当红之际，却选择去当兵。经纪人证实，感谢大家关心，光汉目前正入伍服役中，恳请给予空间，并透露明年才会回归哦。正港分局记者会，这段画面应该是录完就去当兵了。他录了一段影片，要跟现场的好朋友们，还有他的队员们打个招呼。我们一起来换警员兵二五九四八七吴明翰先生。嗨，现场大家你们好，我是饰演警员编号59487的吴明翰的许光汉。虽然今天很可惜没办法到现场跟大家见面，但8月22号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正港分局，非常荒谬，非常精彩，一定要看看你们眼前的这些拐瓜裂枣如何创造荒谬的历史。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哦。